睇緊影片嘅觀眾朋友，希望你哋立即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係一個知識綜藝嘅網絡電視平台，希望咧嚟緊嘅影片同埋視頻咧，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俾大家。新一年咧，我哋咧迎接五週年啦，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咧就係訂閱同埋支持我哋嘅。焦点视频，今日咧我又同 Winnie 咧又再倾下偈啦。Hello， Winnie 啊，咁啊最近你都知啦，呢几个月咁啊好多人咧都中意北上消费系嘛，咁啊因为贪咧北上咧又可以食到平嘢啦，咁啊又可以行下街啦，跟住仲可以咧就系话喂，可能例如咩嗰啲啊揼骨啊、按摩啊、做下 SPA 啊、舒服下啊系嘛咁样。喂，但系有时咧咁你知香港人咧工作繁忙啊。即係我未必得嘅，未必可以真係上到去嘅時候。咁其實有冇啲方法可以自制、自我放鬆咧？喺屋企係自我放鬆。你知之前我又出過嗰啲嘅泡肉包噶嘛？係啊，又可以煲下呢啲水嚟，又可以放鬆油頭，洗到個腳啊，個人又好爽嘅。咁第二方法咧，你就想平嘅，咪買啲。粗盐咯，粗盐就系摆喺个桶度，咁样咧，你冲完凉咧，攞啲盐嚟淋下，都可以消除疲劳，几好噶。嗯 ，OK， 咁啊嗱，即系浸，你呢个人讲浸啫，咁但系你知有好多时候佢哋啊中意按脚啊，自己按摩啊嗰啲，除咗揾下老婆老公啊帮自己按之外咧，喂有冇啲咩可能，例如啲快速嘅自己按嘅穴位可以等自己放松下咧？快速嘅穴位啊，咁啊足三里咯，哦，都有足三里啦，同埋足三里啦，同埋三阴交啦，围中啦，哦，呢几个咪令到只脚就放松，舒缓疲劳咯。哦，舒缓疲劳，舒缓脚嘅疲劳定系全身疲劳咧？咁啊，梗系脚嘅疲劳啦。哦，咁要全身疲劳咧？啊，全身疲劳真系揾人做好啲，因为你自己只手。摸唔到后边嘅喎，有啲难度啊！只手点样翘过后边咧？咁样系啊，因为我自己都系要揾人做嘅喎。哦 ，OK， 咁所以当然啦，即系脚就得啦吓，即系总言之都脚。我哋话，但系你冲下凉咧，淋下身啊，就舒服啲嘅。咁如果唔系，你好似我咁啊，请我姐姐帮你擦下背咯。哦，喂，咁但系如果例如可能有一啲观众啊，即系佢其实可能可能佢喂唔知道佢身体有啲咩问题嘅，佢净系可能成日就系觉得啊呢度啊痛，嗰度啊酸系嘛咁样，咁啊要揾你啦，咁啊通常又要准备啲咩去揾你咧？其实咧，头先都之前都有讲过噶啦，最紧影张相，正面侧面。如果你周身都痛咧，就成身咁样着住衫，我记得着住衫。你唔好话除晒衫嚟影俾我，冇兴趣睇喎。唔好啊，大佬啊，着住衫咁样影啊，咁样影。一张背脊系啦，可以就影埋侧边或者咁样全身，最紧要着衫吓。系哦，咁咧就同埋正面个样同埋侧边个样。哦，咁咧就等你大概知道佢个身体有啲咩问题。系啦，咁你可以话俾佢知。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喎，因为咧你等佢咧好快咧就可以知道，同埋同你。對到啱個嘴型啊，係啊，即係證明啊，係咪真係嗰樣嘢有問題咧？咁樣係啊，咁我會睇到個樣側邊咧，我就話俾佢聽。有啲人咧就話：我有咩問題咩問題？因為你講同埋我睇個證，可能兩件事嚟嘅。嗯啊，咁如果我話咗俾你聽，你有啲咩問題喎？有時好似上次嗰人嚟，我話你個經期有問題喎，跟住你又睇到，咁我睇個樣咪話俾佢聽。咁你如果經期問題咧，你個暗瘡咧就好難醫得好，咁我又幫你處理埋個。那個所謂的雌激素、雄激素調節翻啦。咁所以大家記住下，如果想預約啊 Winnie 嘅時候咧，咁啊，即係可以係準備定一啲相片啊，咁啊 send 俾佢，咁啊等啊，即係大家快速對到嘴型嘅時候，咁你就知道，阿 Winnie 可以幫到你啲乜。系啦，系啦，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嘅方法啊！即系唔使啊上到嚟，跟住俾一边啲啊，即系睇完一轮咁样，其实都即系都浪费咗你嘅时间。你咪又浪费我时间，又浪费对方嘅时间。系话咗俾你听啊，你有咩问题咩问题啊？呢个可以做，呢个唔可以做，咁啊话咗俾你听，你大概知道咗，你 OK 咪 book 咯，唔 OK 咪当我识个朋友咯。其实都系噶，有时我知道即系有一啲客户咧，即系佢都系好好嘅，就系话喂，即系阿 Winnie 咧都好
好直接啊，啊，即係做到嘅佢就會講啊，做唔到佢真係夠膽死同你講話，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幫你唔到呢單。係係係，我係咁樣嘅。係啊，坦白啊嘛。係、哎、啊 ，OK， 咁所以係啦，記住啊，大家影片資訊欄可以揾到 Winnie 嘅聯絡方法，咁啊可以同佢進行一個預約或者請假佢啦，好嘛？咁啊，下一集我哋再同 Winnie 咧又再講下其他話題，拜拜。睇緊影片嘅觀眾朋友，希望你哋立即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係一個知識綜藝嘅網絡電視平台，希望咧嚟緊嘅影片同埋視頻咧，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俾大家。新一年咧，我哋咧迎接5周年啦，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咧就係訂閱同埋支持我哋嘅。